谁赢了谁吃鸡腿，谁输了谁吃鸡屁股。我不能给你抢着送给你。吃过鸡屁股吧？一人打的，时间够了啊！不行，我没吃过，是吗？好，但是我不想吃鸡片，我就想吃鸡腿。来，准备好了啊！准备好，预备备，二一，开始！哎呀，这个猪蹄必须啃干净啊！这个不是快的问题吧？是得那个看谁平常对，对，看谁平常吃猪蹄吃的多，谁就嗦漏的比较快，比较熟练。一看这小辣椒就是这个没少嗦漏的鸡腿，不是没少嗦漏的猪蹄儿。啊，喜欢的啊，没给小鱼点红心的，除了小红心，没有关注小鱼的啊，有热门进来的可以给点个免费的关注啊。好，完了。不是我在等等你呢，你等你这一天。鸡屁股、鸡腿都是肉的味儿。哎，对了，都香。不热，再上来赠送你个肥面包。哎呀，等等啊，来，颤颤悠悠的大肥面包啊，谢谢了。再比一把呀！啊，你一次再比一把呀！啊，三局两胜嘛，行吧？也行，三局两胜啊！四个不？没，三局两胜嘛，行吧？来吧，来吧，跟鸡腿拼了！第二局，预备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没有悬念了，现在没有悬念。哎呀，烫！我也烫了。我的鸡腿，哎呀，鸡屁股真香啊！我就爱吃鸡屁股，是吧？谢老妹儿啊，谢老妹儿，你看，鸡屁股香。哎呀，哎呀，行吧，鸡屁股也有味儿。哎，送啊，好，送来，哎，好，开始。